即係個杯嘢，佢話誒耐咗咧，原來咧佢下邊啲紙咧浸耐咗咪會軟嘅，溶嘅。係。佢好似佢哋飲啊嗌杯橙汁，有時佢哋中午放飯咁樣嚇，食完飯帶杯橙汁慢慢飲啊，翻公司擠落雪櫃啊嘛嘅，咁啊。你咁未翻到公司，下嗰個飲桶下邊嘅已經軟出嚟啦，係嘛？做一些補貼還是怎樣，我們的小商戶當然希望政府有補貼。